现在要去。你以为没事啊？把这些东西收一收啦，居然都没剪干净。我倒是很好奇，为什么你会这样对陈一豪？为什么？这还用说吗？从以前他就有所有我想要的东西，包括矿肉也是，所以现在他想要的东西我都要有，包括你。你应该知道，国际是不能被外界所知道的忌廉吧？警告你，嘴巴最好给我闭紧。他还会觉得人是我们杀的吗？随便啊，他怎么想关我什么事啊？从以前他就只把我当朋友啊，都跟矿肉连，都跟陈一豪连在一起，有差吗？那要怎么样才不愿意说出去？要我不说可以啊，只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